请注意，请注意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以下画面全属虚构，全属娱乐，请不要太认真，谢谢。我到学校6年了，连一个及格都没有拿过，我到现在。以为孔子是一种水果。每天补习，每天上课，每天温习，每天考试，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。花了2个小时背了一本书，而我2个小时只背了一题题目而已。小明从家里去到学校需要5公里，从学校走捷径回家需要3公里。请问小明几岁？前的学长都讲，统考的前压力都很大，你觉得呢？没有听说过，在统考前任何人的话都不能够信，讲没有读书的都在读书，讲在睡觉的都是在努力。统考要到了，你打算呢？真的了解了吗？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不行啊。